高点早回。 你可以干不加，是吧？<笑><笑>
我叫阿斯，生于1980年，按现在的说法就是80后。四川省广兴县是我的出生地，记得那是1984年的冬天，饥饿的我漂浮在巴斯沟冰河中，生命危在旦夕。是李新玉妈妈和她的侄儿冒险把我救起，并为我取名巴斯。半年之后，福州成了我的第二个故乡，从此有了富贵如山的熊猫爸爸陈玉聪，有了温柔可亲的熊猫姐姐陈小玲，师妹，我受到无微不至的关爱。